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汉姆。好了，来玩这款《冷界之战》啊，他游戏名称连在这边都没放啊。然后正在唱歌，好，这边允许一下。好，我看一下，有脸书是不是？脸书可以找到兑换码。好，还有什么东西？公告剧情已开，换账号游客。伺服器17，还在唱歌哦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这一款是 Q 版的啦，我应该是没玩过，因为火影忍者的游戏蛮多的，当然都是非正版授权，不知道我没有玩过啊。我们先经营好了，我觉得他的音乐好像有版权音乐、欸。哦，我们先静音好了。有点变奏啊，不太像火影忍者他们的音乐、欸。就是有点像又不太像这样。我给大家听一下，我刚刚是静音嘛。かけ分身の術。肉弾戦車。肉弾戦車。あ。シドリ。这是他把佐助带回去嘛？他从那个开始演吧。我打一下好了。他没有游标，我以为没有显示。他被那个四人众哦带走。好，我们精英，我们精英。我先找一下设定。好，抱歉，先精英吧，因为我也没办法改，因为这边是强制引导。就是我想要留个音效，然后背景音乐可以先精英这样。毕竟那个音乐都有版权的、啊，玩这种非授权的游戏，他们不会自己去做音乐嘛，而把一些原本其他游戏的音乐拿来用，火影其他游戏的音乐直接拿来用。那我上传的话，应该是会吃版权吧？因为火影忍者啊、七龙珠啊、海贼啊，海贼王还好，七龙珠常常也会有这个问题。这款真的还蛮可爱的、欸，就他们的体态是比较可爱一点的。风魔手里剑，乌马手里剑，听起来是这样。好，一热拉面，拉面，拉面，手动，然后加速。好，又要回忆一下我们这个火影忍者啊，火影忍者。火影忍者是我蛮喜欢的一款 IP 啊。好，日常主线，所以到时候可能就丢个 BGM 吧，随便丢个 BGM。你如果想要听的话，就是自己下载来玩。抱歉啊，它是战斗中有语音嘛，然后有音乐 BGM 这样子。好，我们这个第七小班，哦，第七班没有小班啊，是第七班。OK， 可以了吗？行啊，又跳过来了、啊，不行啊，还是要点啊，还是要我点啊。好 ，EK， 帮大家配音一下 ，EK。我帮他配音一下，如果他没有讲话的话 ，Sasuke， 伊玛达，他没有讲，我自己讲的。有一个连击技是不是？合击技是不是？可以分心的机制，乌马修理干。
萨多拉伊，我不知道什么意思、啊。好，千年杀。哦，刚刚那个卡卡西使出千年杀，捅了不知道捅了谁的屁屁，好变态。好，奇木卡卡西，反推奇木卡卡西是六代火影吧？七代火影是鸣人啊。好，酒馆招募，伊鲁卡神神要点啊，你看我不能点其他地方啊。哦，这个玩法超级多，爆炸多。通常这种游戏啊，它都会换名，换名重新上架这样。就有可能这个游戏你可能玩过别的也不一定，然后名称不一样，也有可能。好，雷系的奇木卡卡西 S 角，中牌输出大招雷切，来 Kitty， 基本上我会念啊。好了吗？可以点别的地方吗？不行，大家继续听我在那边瞎掰啊。不要瞎掰好吗？大家有出现那个画面吗？就是有那种梗图啊！不要瞎掰好吗？自由了没？自由了没？没有自由啊！可恶啊！不自由啊！自由无宁死啊！哇！自由诚可贵啊！大家知道吗？哦，可以了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我把那个音乐关掉。好，这样可以了，这样就有音效了，就有点击的音效，可以大声一点，这样大家应该听得到了吧？我们来看一下卡牌，我自己也没有听音乐啦。哦，忍者，怎么没有喊一下？小樱，喊一下，没有，没有讲一下哦。卡给分心哦，这只。啊！奥特曼拉森干，好，我是自己瞎掰的。奖励未领，对不对？因为那个我们刚刚是前面的这个宝箱还没有领，三星通关嘛。好，我们跟那个他们是第几班？录完他们第几班？他们是第六班吗？还是第八班？反正六七八九，是不是？好，消耗体力跟铜钱。好，出渣战斗力 482, 然后有前排、中排、后排、援军、布阵，全部开战。1K! 好，他们是第几班？猿飞阿斯吗？嗝屁啦，被死神干掉了。我要用尼库丹这一下。他有用影子模仿术，影子模仿术，我被定身了，我的鸣人不能动了，大家有发现吗？フーマ手裏剣，フーマ手裏剣，ライキリ，ライキリ，啊，还不错啊，还不错啊，例会啊，战斗啊，然后语音都有啊，然后有辅助啊，要有一些属性有没有？然后前中后排这样，然后即时战斗。有时候非正版授权的手游也会比较好，也不一定哦，也不一定。有时候正版授权那个动漫啊、IP 啊，他们用那种回合制战斗，真的很呆板。这边漩涡鸣人可以升那个勾玉啊，到时候碎片应该是可以跟升勾玉。进阶一下。好，进阶变绿，有没有变绿字啊？哦，你变绿字了吗？好，我们来升个五级，升个五级，大概不能超过我等级吧？我是不是三级啊？我升升看，啊，你还不能超过玩家等级，嗯，这个老套了啦。那升级的话需要碎片，升星的话需要碎片，然后皮肤。皮肤下点了没反应，然后装备的话是升阶用的，就冷具嘛。然后技能的话，哦，チャンス到来，チャンス到来，
风魔手里剑，大概混心的机制，哦，色诱之术，然后雷切千年杀，拷贝忍者卡卡西，然后我们这边还有技能可以升，好像只能升到那个，不能升超过我的等级。点一下，点一下。好，技能点没了，技能点没了。OK。好 ，Q 版的，以下忍者尚未招募：咒印佐助、仙人、魔式的鸣人、带土少女。飞段啊，那个猿飞就被飞段干掉了。这边有没有很后期的角色啊？好像没有哎，都是前期的角色而已啊。哦，就是前期而已，没有后期的，就只有打到那个小组织而已吧，没有后期的，什么无影啊那边还没有出，什么雷影啊、水影啊、风影那些都没出，我不知道之后会不会出啊，看起来这个角色比较前段而已，什么仙人模式啊、六道模式啊，一大堆的。我建议这种火影忍者游戏，能不阻止就不要阻止啊，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被检举然后下架。最近有一款那个鬼灭已经被告了，《鬼灭之刃》盗版的，明显是盗版，他就撑在那边啊，说自己是正版就被告了。那一款我只有玩过陆服的台服，我没有特地去玩。鬼杀之路啊，鬼灭之刃，什么叫鬼杀之路？那个陆服的名字取得很好笑，什么百万小宇宙，完全就是要怕被告吧，取了一个百万小宇宙，跟鬼灭完全没关系的一个游戏 ID 游戏名字。来 ，Kitty， 来 ，Kitty， 库马修里根。哎，我不是有别的技能吗？不是色诱术吗？然后色诱术是被动吗？啊，我们这个小樱是奶妈，反正可以加速、自动，会比较快，因为一倍速有点慢。他这边退出，继续战斗哦。没有很强啊，不能秒掉敌人，很烂。好，我们就交给电脑帮我们用。哇、哦，这么多、哦！他这个光卡、啊，单波敌人，然后每一波都打蛮久的，因为好像有点拖、啊，玩起来比较拖时间，拖泥带水。没有来个 A O E 吗？就。火遁啊，好火球之术来个 A O E 啊，嘣嘣嘣嘣嘣嘣！哦，风魔术现在有点 A O E， 搞不好是打一直线，色诱之术出来了。OK， 战斗胜利，我音乐都关掉了啦，就是只能听到一点点音效而已、啊。啊，日常，有学长兜啊，兜学长，兜神拜。神拜，日本人叫学长叫神拜，他们也是很重视的、啊。差一个年级要用敬语吧，要尊敬上下级关系很明显。台湾可能就没有了吧？台湾哪有什么敬语啊？随便你讲，顶多就是用您怎么样，请怎么样，请您怎么样，您好。然后 Seven Eleven， 你们就讲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。你们去 Seven 的话，应该每次听到欢迎光临，谢谢光临，讲话全部连在一起了。然后台湾人的口头禅，我讲出来，你们应该会很认同。真假的？真假的？因为我自己也常讲，真假的？真的假的？然后念快，真假的？好，那这些活动就要氪金吧，大部分我猜都是氪金啊。手足拿谁啊？佐助我。SS 佐助，
这个疾风传的，它有分疾风传。好，疾风传佐助信箱没福利，谢谢，没有福利，请去脸书一下，请去脸书看看有没有礼包码，不知道。好，15级才可以开启聊天。然后这边可能到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功能啦，因为我们这个副本是主线故事啊，理论上应该有其他副本。普通精英啊，我是所谓的其他副本，就是收刷素材啊、刷装备啊，让你可以进阶之类的。OK， 那就先玩到这边吧。这一款好像忍者没有那么多啦。不过 Q 版还蛮可爱的，哦，那重新绘画过，我觉得好像有重新画过，重新找绘师弄过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，有没有比较新鲜的啊？没有，都是一些下人的，都是他们下人时期的，就疾风传之后的吧。手菊啊，勘九郎啊，不爱鲁啊，怎么没有那个尾兽啊？没有尾收出来一下，不爱罗是一尾啊，鸣人是九尾啊。好，其实目标就是要拼命玩啊。哦，为什么是第二天？我也不知道哎。反正这游戏目前下来次数是5000加啦，看了一下是5000加，反正应该是最近出的吧，这一阵子出的吧，可能就7月出的，7月初出的。我就找了一下没玩过的手游。好的，那我们就玩到这边咯。我是汉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心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